二狗，你给我解释解释，来，是怎么回事？来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小鱼，我今天出去上我姑姑那儿吃个中午饭，回来，你看看二狗给造的，你们看看来，打脸打得真快呀！我还说二狗在家可乖了，什么都不碰啊，你只要把好吃的藏起来，他什么都不碰。来，我给你们看看，来，再给你们好好看看他今天都干了啥。怎么的，知道自己犯错误了是不是？刚才回来我拿小棍一举，你看看，来，又拉拉尿了啊，你给我解释解释，来，你趴那儿，来，你给我解释解释，来，你给我解释解释，来，怎么回事，来，怎么回事，你们看看，来，哎呀呀呀，来，上边呀，给我解释解释，来，你们看，来，啊，遥控器，来，我千辛万苦回家拿的遥控器，看，来，给我咬的，来，啊啊，来来来，彻底给我干报废了啊，这遥控器，你看，来来来，看这儿，来，他的衣服，来，他的衣服我给他洗完放卫生间了，给我倒出来了，湿巾给我从沙发上倒出来了，奶给我倒出来了，这个，来，这是一个过滤烟嘴啊，来，都给我咬坏了，看看沙发上，来，看着没有，这还有盒烟，这盒烟是我上次去雪乡，我让朋友来给我看他，我朋友以为我在雪乡要待好长时间，然后拿了一盒来，结果回来的时间早，他就走了，走了烟就忘这了，就一直搁那个小屋撇着，他从小屋都能给我叼过来，你看，你看给人烟咬的，那个过滤烟嘴估计就是这个烟盒子里头，你看看，来，你看给人咬的稀巴烂，咋的？你还要抽烟是咋的啊？烟你都不放过，别往上泼，别往上泼，我泡了。你想咋的？你想咋的？你看看，来，胆儿大了是不是？沙发都敢上了是不是？啊！你看给我撕扯的，来，你看这都是他弄的，这全他弄的啊！在这一趴就没有事了是不是啊？你是不是欠揍了？气死我了！你这打脸打得真快，在这住苦一个多月了，从来没碰过这些东西。你看看，我就去我二姑家吃个饭，吃个饭回来你就能给整成这样是不是？你就能给整成这样。啊，我的遥控器还抻懒腰，还抻懒，趴呀，坐呀，还抻懒腰，还抻懒腰，坐呀，别往我身边靠，别往我身边靠，我看看怎么回事，是不是以后白天我出门都得给你关笼子里头了啊？你过来，来，现在就惩罚你，过来，过来，我进去。今天你的惩罚就是在笼子里待一天，知道吗？你今天的惩罚就是在笼子里待一天，看没有？我气得我穿着鞋就踩在这个地毯上了。我告诉你，二狗，你今天就老实给我在笼子里面待着，你以后别想出来了。只要我出门，以后你就进笼子，听明白了吗？原来觉得你乖，每次出门都不给你往笼子里面放，就在家里面玩去吧，是不是？不拉不尿，也不祸害东西。是怎么的，在这房子住了一个月了，你终于觉得这个是自己的家了是不是？胆儿大起来了是不是？敢造了，敢弄了是不是啊？你瞅你造的啊，你咬这些东西不要紧，你把我遥控器咬回来你知道吗？我怎么看电视我的？哎妈，气死我了，他打脸打得真快，真的在这住了一个多月了，老乖了，什么东西都不碰，这回我把东西放在沙发上，从沙发上全给我掉下来了，那是从卫生间掉下来，还有个小细节，你们看，来，我睡觉的屋，我走的时候忘拉帘了。来来来，你们看，来，眼药水都给我滴出来了，眼药水都给我咬出来了，咋的？你眼睛疼还想滴滴眼药水？什么情况？咬遥控器要看电视，咬烟要抽烟，咬眼药水要滴眼药水？哎呀妈，气得我肝疼，这狗崽子真的他打脸太快了，住这一个多月从来不碰这些东西，在车上也从来没有撕咬过车上的东西。这怎么来这儿你就开始干这些事情了呢？你什么情况啊你？你今天的惩罚就是在笼子里给我待一天，我让你知道知道你到底犯什么错误了。哎呀我的妈呀，哎呀，血压呜就涨起来了，气死我了。